大家好，我是三号，欢迎来到就算不会偏写代码也能设计出让人赞叹的网页教学系列。今天要和你分享一个超级吸引眼珠的网页功能。Wix 是一个能够让不会偏写代码或是没有艺术天分的我们，应该是我，也能设计出让人惊叹的网页的平台。为了节省时间和避免假冒，你可以直接点击我已经放在说明文的官方网页链接。如果你对这一方面资讯感兴趣的话，欢迎你订阅和关注深号 TV。 我要分享的就是 Scoring Effect， 中文应该是叫做滚动效果。如果你知道中文是什么的话，就请你留言分享给我，谢谢。这一集我会引用上一集影片教学的网页来继续，如果你已经错过了，你可以直接点击我已经放在说明文的影片教学的链接来观看。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吧。当你点击了我放在说明文的官方网页的链接过后呢，你就会到达这个页面，点击 Manage Edit Site， 然后点击 Edit Site，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设计好的网页。 OK， 现在我们来添加这个 Score Effect， 点击左边这个 Add， 然后选择 Stream， 这里它已经提供你很多个 Template，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然后选择最适合的 template。 当你选择好后，你就可以拖出来放下去。那我们先看 preview， 什么都没有加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图片只是一个普通的图片，它并没有任何 effect。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 score effect 换进去，点击 back to editor， 点击刚才这个 strip，然后 change background， and setting。 在这个 scroll effect 这边，我们可以选择这四个不同的 effect。 这里呢，我就会为你示范这四个不同的 effect， 让你一次过看清楚。首先第一个是 paragraph， 为了看得比较明显，我会把它换去另外一组图片，然后再按 setting， 然后再选 review。第三个就是 zoom in， 第四个就是 fade in。 那我们现在去看 preview， 首先第一个是 paragraph， 第二个是 review， 这两个呢其实蛮相似。然后这个是 zoom in， 你会看到它慢慢变大。第四个是 fade in，你看到它的颜色慢慢变深。当然除了这一些普通的图片之外，你还可以放上 video， 或者是在这些图片上面加字。当你学会这个技巧并应用在你的网页后，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网页绝对绝对的会比其他人的网页来得更吸引人。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欢迎你给我一个赞，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想找我帮你设计你的网页的话，欢迎你 email 我的 email address 是，那么我是三号，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